自己的爸妈，两代都是自己的妈，然后我哇，他们搬家了，要搬多少也不消失。OK， 来祝福我们的啊的云量频率呢，业务蒸蒸日上，师兄弟们呢越来越多啊！来，也要非常感谢我们所有辛苦的师兄姐弟妹们，谢谢你们。那么今天呢，除了我们颁发啊很多啊，就是你们的这个奖牌之外呢，我们还有这个明星节目，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，我廖品平。相信呢啊，很多朋友我都有看过啊，但是可能没有打过招呼。那么呢啊，也希望呢大家今天在这里呢，给各位一个非常愉快的晚间，谢谢。好啊，那么呢，首先让我们来欢迎呢今天晚间的第一位歌手，因为他我不知道他喜欢歌的，来欢迎我们这一位歌手啊，要推我啊，要出品。我都像是不是要站在地上啊，所以看到这舞台很开心啊，像是不一样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比较高一点。OK， 来，首先呢，欢迎我们的第一位歌手，来自马来西亚，欢迎我们的陈诗甜小姐。Thank you.
哇，你的打磨，你的打磨量很好听，很特别。OK， 下一位，双拥。OK， 我们暂时发到这里，待会的继续我们继续可以。
Thank you.
我们的新加坡云江体育会我们的传统男师表演我们的 B 队，谢谢。那么呢，这一条龙呢，也是我们的本会会长庄福元 P 面先生所报效的，非常的感谢，谢谢。代表我们的云阳体育会呢，全体人员呢，祝福你身体健康，家庭美满，阖家平安。Thank you.
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瑞书协为他点心，谢谢。来，我再报一下，哎，张天神，我们的副会长，张福才，林廷义，傅美光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加油加油加油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不对呀、啊？